你们也在这儿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们俩在干嘛？家里住着两个神仙，谁睡得着啊？既然你是神仙，能不能变一大堆金条出来，把咱们家的柴房给填得满满的？你呀，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那你和财神熟不熟？给我介绍介绍。 我不熟，他熟，找他。你说这……那带我们俩上天宫看看，比如瑶池啊、南天门啊、广寒宫啊。这也不行，我是被贬下来的，还不能回去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仙术？就是那种送那种飞来飞去的、腾云驾雾的，成不了？这倒不难，啊？ 红哥，你扶着我点啊！走呀走呀，我们下去吧。我们去京城玩吧。真想去。走。 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。